今天来教大家一项魔术，怎么样让我们的侧柱可以消音 ？Magic， 是不是也想要这么安静啊？你不会，没关系，我教你。首先，你只需要准备一支五号的内六角，打开我们的侧柱。首先，你会看到这里有一支螺丝，内六角的五号，我们把它放松。记得不要拆错了，它拆下来是长这个样子。再来把我们套件里面的垫片放上去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你会看到支架有两种角度，一种是大 U 型，一种是小 U。好，要记得锁在车台上的是大 U 型这一个，我们把它锁上去。你如果不会安装，我教你最简单的方法，先把螺丝跟垫片合上去，等你锁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再把我们的大 U 合到垫片的后面去。垫片就是要把这个支架给压住的，锁紧。锁紧之后呢，重头戏来了。好，我们要把消音块转进去，把它压到底之后呢，来了。